这是一个站街女，她觉得其他站街的小姐太辛苦了，所以她就专门开发了一个 APP 来帮站街女啊接客。那大家觉得这个站街女一分钱都没赚，还倒贴了20000块钱找了一个人开发 APP， 站街女定啥罪？组织卖淫罪。我表达清楚没有？因为他并不一定需要以牟利为目的。当然开发 APP 的定啥罪啊？又帮信了。开发 APP 的我觉得可以定协助组织卖淫罪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但是这构不构成帮信罪呢？我还得看一看。因为这种卖淫是发生在网络空间的，对吧？哎，好像也构成。你还真别说，哎呀，同学们这个脑袋比我活跃啊。因为帮信罪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提供犯罪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介入。那你现在这是网络卖淫，那是也是犯罪吧？所以还构成帮信罪啊，既构成帮信罪，又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，从你重罪论处。